哎，左胳膊酸痛了，我看这变形金刚，跟，变形金刚，在击掌啊，主拍啊，击掌主拍啊，他本来目的是击掌国家机器啊。击打国家机器啊！原来那个国家机器被主派劫持了啊！被主派劫持了啊！被主派劫持了啊！然后被主派劫持了啊！那时候主派集体造假啊，集体坑害别人啊！选举坑害别人啊，造假从选举造假开始，然后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，然后进一步造假坑害别人啊，陷害别人。他以为很高明，这个操作很高明的，但是，外星人看得一清二楚啊，外星人把这些看得一清二楚啊，外星人把这些看得一清二楚啊，把这些看得一清二楚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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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叫击打，击打把他打的内脏都露出来了啊，也就是他内膜，暴露出来了哦，原来是，佩洛西，领导下的那国会啊，配合拜登、奥巴马啊一伙啊，在劫持了国家机器啊，然后又坑害别人啊，现在越来越暴露的，明白了啊，他们还说审判呢，现在在审判过程中，把这些暴露的一览无遗啊！现在，主派要到了啊！很快就要到了，很快就要到了啊！外星再打一段时间，让他暴露更多的内幕啊！让暴露更多的内幕啊！让暴露更多的内幕啊！好，知道，知道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知道，再见，